生命粉。哎，你知道生命粉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只要他们活着就好。其实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好好的活着才会有无限的可能，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不管是我还是粉丝还是爸爸妈妈，我觉得都是一定要身体健康，然后呢开心快乐过好每天，因为不开心的过一天也是多么的苦，开心的过一天也是多么的苦。